刚才你看的那段视频，就是之前我已经录过一次了，但是因为我用的就是三点五的接口，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没有测试声音，所以声音完全烂掉，不能用。我讲什么你们都听不到，所以我要重新讲一遍这个 Senheiser 的四一六。其实刚才但是开箱视频就箱已经开了，这边就是讲。 我买了 Senheiser 的四一六四十八 P MKH，这个是二手的。这一只麦克风就是专业顶级的，可以讲是顶级的麦克风。就是在任何你看的很多电影，好莱坞的电影，甚至电视频道，他们要求的就是这 Senheiser 的 NKH 四一六四十八 P。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四十。 四一六的 T，T，四一六一个是四一六四十呃 P 四十八，这个是 P 四十八，这个已经粘住了，你看不到。这两个有什么不同？T 就是十二伏的供电，所以当你买到现在以前的时候有十二伏的供电，但是现在的很多相机都没有十二伏的供电，他们供电都是 phantom p o w e 四十八 P。 有机会再跟他讲什么叫放灯泡，为什么放灯泡我可以收到那么好的声音。所以这样子，如果在二手市场的话，T 的价钱跟 P 的价钱就相差很多。所以如果你买到十二伏的 T 的话，它的价钱就基本上相差一千多人民币左右。但这个二手的 P 四十八是比较现在比较通用的，因为很多相机都有四十八伏的供电。 在你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 industry standard，或者或者很多导演他要求的录制声音就必须要用这个麦克风，就是一定要有些或者有些项目他们就要求声音必须要用这个麦克风，因为在早期如果你去看录音设备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配音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周星驰的电影，你会发现周星驰以前国语的配音跟粤语的配音，粤语的配音的。 那个现场感、那种氛围感，就是给人原汁原味的感觉。而当你配上配音的时候，后期在后期的时候，那个、现场感的感觉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很多时候，当你拍摄视频的时候，真实跟现场感带给人的就是那种，是很难讲，就是原汁原味很重要。所以这个我是蛮喜欢的。所以麦克风，这一支麦克风不便宜。很多人讲，既然我已经有了很平。 之前跟大家测试的那些比较比较适合博客使用的麦克风，为什么要花差不多跟相机一样的价钱去买那么贵的麦克风？其实，当你拍摄视频的时候，有三个东西，你的价钱是值得去花的。第一个就是你的三脚架，你买便宜的，就是你的相机会掉下来；买贵的三脚架，贵在哪里？它的价钱，二手的用的基本上是一辈子的，然后。 第二个就是所谓好的手动的镜头，就是全机械的镜头，有性格的镜头，它的价钱，当你卖出去的时候，你也不会亏的。第三个就是拍摄视频的时候麦克风，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很专业的去录制声音的一个人的话，很多专业人士他都拥有自己拥有一个 s e n h e s e r 的四一六，或者这个就这样，当你。 像当你是一个赛车手的话，你都会拥有自己的一辆赛车的那个大概那个意思。所以这样子，这个森害塞的麦克风，基本上很多专业人士或者专门录音人士他都会使用，因为这个麦克风无论去到任何场合，你都知道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或者限制，就你基本上很值得信赖的一个麦克风。然后，我个人。 就在我的拍摄这些过程当中，我决定就升级我的这个设备，就自己买了这一个麦克风，这个是二手的，但是新的哇真的是很贵。不过二手的，之前词点给你们再好好去讲解这麦克风。然后，但是当你还有一点 s e n h e i s 的416在市场上也是盗版特别多的麦克风，山寨版，所以当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 它有些山寨，其实那个山寨版的声音很接近，不是很接有差别了。但是它真的是也是蛮不错。但是山寨版的确是山寨版，你的确就不是原装的。当你买到原装的话，你要特别小心。有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如何看你的 Sanhiser 的四一六是不是原装的？第一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头，大家可以看到，哦，对角对一下，这个头，这个头。 当你扭动的时候，这个头是不可以扭下来的。这个头跟这个身体是一体性的，就这个跟这身体是一体性的，就一一片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 XLR，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可以看到 XLR。这个 XLR 如果是盗版的话，他们会用金色的这个 XLR，然后里面有它的序列号，这里面有它的序列号。 序列号应该跟盒子上面的序列号是一样的，但这个是二手就不是盒子。第三个是它的，它的螺丝，因为这个已经封盖住，它的螺丝在这边，它的螺丝是一个减字型的，不是加字的，加字的那个就是盗版。当你把它拆最后一个，当你把它拆开的时候，你把这个拿出来，你就看到里面的电路板。如果正版的电路板，它是所有的包括 inductor 或者 包括电容、电阻，或者是还有叫电容、电阻，还有 inductor，就是那个圆、那个转圆圈那个叫哎叫什么？火牛，他们叫火牛，火牛啊，就是或者是变压器，是不是变压器？应该是变压器。就他们全都是圆形的，都是在电话电路板上面很整齐的排列。而盗版的山寨版的话，应该是他们都是用线去连接，不是整体性。 它如果是正版的，里面整个电路板的整体性都是焊在电路板上面的，就是整体性很强。但是盗版的，它因为电路板做的没那么精细，所以很多线它的焊子就是那边的多余的线，使它声音音质跟这有时候不同。但是盗版的音质很奇怪的，还是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它为什么不自己自己在做一个品牌，可能卖的更好？但正版的话。 所以正版的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是要拥有的一支麦克风，它无论是录制人声还是现场的声音，都是可以给到很不同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在录制我一百不是一百集，就两百集的那个分享的时候，就用这支麦克风去录制分享。所以当你看一个人去拍摄他的视频的时候，或者现在在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开始拍摄视频，其实。 手机都可以拍摄视频，但是麦克风就是手机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手机的声音永远达不到专业或者讲达不到广播电台的水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手机的通病。所以如果你想你的视频跟别人或者是在视频当中跟别人有不同的感受的话，你的声音真的是要花些本钱。 虽然你是看不到，但是声音的确是一个好的视频制作里面占一半的能力。所以我现在录制的就是 Taskan 比较旧的声音，其实这声音还可以，在外面录制还可以。但像这种环境，我想录制更好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花了本钱去升级我的麦克风。所以以后如果在，所以这个在我里面或者在我的工作室录制声音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一支 Sennheiser 的四一六去录制我的视频，因为我想我的声音，因为当你看这视频的时候，花你花一千一万块钱人民币升级你的四 K，还不如花一万块钱人民币去升级你的声音，因为声音的升级会给你的视频带来很大的改变，而且这个升级的钱一万块花了以后。 这价钱不会像相机，你买来后明年就掉价了。这个价钱，当你买了，然后你再卖出去，它的掉价或者好的麦克风它掉价,价，价钱是在那边。当然你要买正版的啦，要买真的了。所以当然我我是买不起新的，这只麦克风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现在还有，现在已经开了很多像，像 r a d NTG 三、NTG 四，还有像 Sennheiser，还有除了其他版本，但是。 词典我会再好好的去测试这种专业级别的麦克风，而这只麦克风暂时我听了以后，它的人声跟各方面现场声音的确是会有不同。以后有机会再好好去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这种专业级别的麦克风。然后这个就是之前其实之前那个录音设备我已经讲了一遍了，但是我要再录第二次，因为这个麦克风坏掉了啊，所以很。 人都会犯错，错误很正常，然后继续，人生就是这样子，失败当中学习，最后会成功。下次有机会再见，拜。